今天要介绍的这幅作品叫做《生命之树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棵树分成了黑白和彩色的颜色，里面包夹了许多文字，例如悲惨、不公平、悲剧、爱情、生命，还有艺术等。中间有一个女性的形象，她这个女性的形象比较在黑白的地方，有人猜测是 Nikki 的自画像。因为 Nikki 童年悲惨，所以 Nikki 可能把它画在比较黑白的地方。树的右下方有一个妇人，她靠在彩色的地方，代表她很快乐，她正在睡觉。哎，对不起，这样停。